is the hour, the darkest place. Dante's Inferno, the devil's maze. It's a good world.朋友们早安，今天是礼拜天，礼拜天呢是骑 Bukit Timah 跟 Mandai Road 的一天，然后现在哇，今天好多人骑车哦，看后面，现在我们在 Aden Road， 这里都是早上一大群一大群这里骑车，五六点，非常多人去到 Mandai 啊。每个礼拜天骑完了 Mandai 过后都会来到 Bukit Timah 这边爬坡，去训练爬坡，然后爬完坡就会去吃 cafe 吃 brunch 啊，爬坡我都是慢慢的啊休息了，因为我根本都跟不上严哥。今天早上的那个骑车太好笑了，我们是在 Aden Road Aden Road 那边开始，然后早上我就想说为什么这么多人，这么多车队啊，一队大概是二三十个人这样子，然后结果我们到了快到 Mandai 的时候发现哇，不止二三十个人在路上，天，至少有一两百个人，一队一队的，一大群一大群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一个人骑在路上，突然呢被一大群从动物园里放出来的猴子给包围的那种感觉，就是让我又惊讶又害怕。上坡就慢慢的 recover 吧，刚刚好累哦。然后这边树林里面 Bukit Timah 山脚这条路啊，这条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就是很多人都会在这边来爬坡，练习爬坡，尤其是有特别多骑山地车的人从 Bukit Timah 那边骑出来，然后如果是骑 road bike 的话就会骑到那个路的尾端，是 ST Engineering。 那这条路我觉得特别舒服，是因为全部都被树林遮盖的，然后也不会太阳晒到，特别的舒服。路上还碰到很多猴子，出来流下汗还真的是挺舒服的，不然每天就是在家里或者是没有运动，感觉人都变得特别懒惰，运动一下就感觉好像做事情都比较有 motivation， 还是要每周固定的时间出来活动一下。Say no。嗨，刚刚骑车回来，今天是礼拜天，每个礼拜天我们都会去骑 Mandai，从 Bukit Timah 一直到 Mandai 这样绕一个圈，哇，今天真的是非常爽，因为我不是过年过后 很久没有骑车嘛，然后过年都吃太多了，整个肚子这里就长了很多肥膘啊，所以呢最近就是一定要坚持去把这个肚子的肥膘给减掉。大家都知道去年年底的时候我刚买车不久，我就把我那辆车原本的这个铝轮给换成了碳轮嘛，这个碳轮我用了有大概从那时候到现在已经好几个月了，那今天我就跟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下我骑了这么多个月我对这个碳刀碳轮的这个印象，就做一个简单的 review 吧。这个碳轮呢它是 Essence Bikes 的碳轮，那我的这个轮子是 42mm 厚的这个 ring， 然后它的这个 hub 是 DT Swiss 240。 我这段时间用起来的感觉就是，第一个它的重量比我之前的那个铝轮真的轻了挺多的，它的这个轮子的重量如果不带
我的轮胎的话，它本身的一个重量是1300 gram， 我自己是觉得好像今天下坡的时候那个速度到45，然后我就觉得它的这个轮子侧风没有很明显，很顺，在转弯的时候，有的时候转弯会，比如说下坡转弯会有点快嘛，转弯的同时如果那个时候有风的话，你的轮子其实很容易吃风，吃风的话就是你的车会稍微晃动一下，会比较不平衡，不 balance。 那我觉得这个轮子因为它是42厚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是挺好 manage 的，就是我并没有感觉到有很大的吃风，有很大的侧风。还有另外一点很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他们有一个 lifetime warranty， 终身质保。那如果你的车有一些部件损坏啊，或者是有一些parts crash 的话，都可以免费的，他们会帮你 replace，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大家如果感兴趣，其实是可以去实体店去看一下啦。但其实我身边有很多骑车骑到很 pro 的那种大神，然后他们都是会用可能45mm 以上到50以上的这样的车轮，但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讲，对于新人来讲，42的这个厚度是一个比较适中、比较舒服，骑起来感觉会很自信的一个厚度。那当然，如果你追求的是速度的话，或者是你的速度可以飙到40的话，那比较厚的这个碳刀、这个碳轮的话，可能会给你感觉好像要起飞的感觉，会感受很爽。但是我现在是感受不到啦，我觉得这个 42mm 非常够我用的，我用的非常开心。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啦，就是简单的一个周末骑行，然后再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之前换的这个碳轮子的骑行体验。下次再见，拜拜。哦，对，今天是元宵节，大家吃汤圆了吗？我是妮妮香，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